学堂，欢迎大家来到新年晚会的现场，我是主持人晶晶姐姐。哇，我们的演员已经准备就绪了，请观众们入场，欢迎。小羊苏西坐在这里，小兔瑞贝卡坐在这儿吧，小狗丹尼坐在另一边，小象艾德蒙坐在这里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第一个节目将会是小猪佩奇和他的朋友们带来的帮帮魔术表演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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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是乔治，我要带来魔术表演。玛丽，玛丽，吼，变！哇塞，乔治竟然变成了一只长颈鹿！哇，鼓掌，鼓掌！我的爸爸是一只大狮子，爸爸，爸爸！我是一只大狮子，大呀大狮子！嘿，儿子，我来了！啊！你不是我的爸爸，我爸爸不长这样子。爸爸，爸爸！哦，我的儿子竟然认不出我。不过我还有女儿，她是一只花仙子。哦，我是花仙子，我来采花了。哇哦，你好啊，大狮子。哦，我知道你是我的爸爸。哇，佩奇变成了花仙子，好美哦。第一个魔术表演到此结束，观众们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啊？第二个表演是谁呢？哦，原来是我们的亲友团们，请准备乐器表演。小狗丹尼是这个团队中的吉他手，小象艾德蒙是这个里面的小号手，小兔瑞贝卡是这个团队中的鼓手，主唱原来是小羊苏西。预备开始唱。哇，这个乐队表演的可真不错呢，给他打满分，恭喜恭喜，请下台休息吧。接下来的表演是由小猪佩奇的一家为大家带来的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哇哦，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，我们唱歌我们跳舞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哇哦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相信大家都收到你们的祝福啦，真棒，鼓掌。哇，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节目了，到底是谁会带来最后的节目呢？让我们一起睁大眼睛看看吧。怎么把厨房也搬到舞台上了呢？这是要做什么呀？新年好啊，各位朋友们，新年相信大家都在家里和爸爸妈妈团团圆圆。今天我带着女儿小猪佩奇，佩奇快来，妈妈我来喽。嘿，今天我和妈妈都是厨师，来给大家做年夜饭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你们会做什么年夜饭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上菜喽，哇哇哇，
我们都忍不住了。不对不对，在结束之前，请所有的演员上台谢幕，我们一起留张照片吧。猪妈妈、猪爸爸、乔治、佩奇、小羊苏西、小狗丹尼、小象埃德蒙、小兔瑞贝卡。哇哦！好了好了，站好了没有？准备拍照，耶！哇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朋友们，你们新年合照了吗？留言告诉我吧！别忘了点赞。